战乱不济，全都不止。诸侯称霸一方，又有几人关心百姓死活？驱徒十万铁骑南下而来，即将兵临城下。在下请缨，愿前往君山求援。有没有想我？来哦！人生在世，能笑到最后是缘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让老狐狸尝尝失去亲友的滋味。接下来，我们赌盘更大了。